谢。脚底刮不刮？嗯，脚底。我这有。刮不刮？刮吗？我去过。你去过那家啊？嗯。但我没做。那家好。斌哥带我去过。那家可以上2楼。啊，对。有小阁楼。自从搬这边来住了，就不去那儿了。那个谁，于丽红，于丽红爱的那家。 其实你想还可以尝试尝试，如果你们想没事儿，做这个深度睡眠那个菜，咱们用的老舒服。我每次都能睡着。啊。 自己挖的，那不用别人。这一点啊。中午早上10、20斤、30斤胖了。你这是准点下班儿，是准点。有吗？ 那是提前来了以后的话，没做完，对吧？是。我们今天上班今天再来，我有点事儿。你给我们俩班找啊？没去过，就见过你们这几个人，我也没见过别人。 人家早就预定了，到家9点以后，哎，我啥也不干，连也不洗，啥也不擦，就回家就睡觉了，然后再睡觉一觉，然后完了之后早上直接9点我就来上班，绝对不。